baby. I get a little bit jealous, but how the hell can I help it when I'm thinking on you? Maybe I might get a little reckless, but you gotta expect it. What else can a boy do?有啥喜欢吃的没有？我喜欢吃蔬菜啊。我喜欢吃胡萝卜，我很健康的。我最不喜欢吃的就是火锅了。火锅什么的，从来都没吃过。假，整刀垮掉，我就是这么 real。那就是关于就是有没有那道菜对你意义比较深？说什么？说就是意义很长的一道，意义很重的一道菜。哇，来点官方回答嘛。其实对于我这个平时不怎么爱吃饭的啊，没有，就是有意义的菜的话，那我觉得可能就是家里的菜让我感到十分温馨。方小薇爱吃的菜老多了，不跟他讲。今天他用了小面，他今天穿了我的校服，我校服本来是要给阿姨洗的，穿了我的校服。我刚脱了。第二次脱了，脱了。你的饭卡都没带。他没带。然后还有刷露露的那个，他现在刷了17块钱，我们又花了8块钱，17块钱呢，刷了。今天他也不是。我的最喜欢吃的饭大餐呢，就是我妈做的那种，我妈做的小面，因为我们来上海已经有半年了，然后干嘛呀？因为我们已经来上海半年了，我妈原来做的那个小面的味道，我感觉我在上海都没有吃到过。然后每次回重庆的时候，就那么几天的休息时间，然后有没有什么空在家里面吃饭？我妈就没说过，每次都在外面吃。然后想跟我妈说一下，下次回来想吃想吃你做的菜。那你怎么不喜欢你那个还是说你那个不喜欢吃的？我不喜欢吃的就是那种肉，是不是肉上那个咸的那点东西？花了上海大肉，知道吧？对，应该吃了我就吐了。应该他给我吃，我说啊，这么好吃，我吃了一口。然后合着呢，他已经吃。上海的食物有一个很奇怪，它很大一块肉，看起来很好吃，但它放了很多糖，我一吃，哇，那个鲜呐，我看着。你曾经不是每次下课都在吐我的那个猪肉脯吗？我把猪肉脯加一些生产的。然后呢，我的问题跟他们一样吗？是一样，我觉得你长变了。最好吃的呀，他觉得你长变了。估计是剪了头发。对，我整容了。不是，估计是最好吃的。估计是剪了头发。其实这个行为不是很好啊，不建议大家起床。我觉得最好吃就是上课复习入学是最好吃。我原来读那个初中的时候，就是很无聊，上体育课，然后几个学生逃课去那个也不是食堂。反正就是，小卖部，然后买几包那种超小的那种糖果，你知道吗？就很小一包糖果，然后就塞在包里面，然后跑着过，就这样提一口噻。你在嘴巴里面超好吃，其
现在没有这种感觉了，现在上课都不敢动手准备吃了。那难吃的有吗？难吃的就是那种被班主任发现的。没有被班主任发现能吃的东西难受。然后校领导站在外面走过来，当咱们说喜欢吃啥，应该带吃的，是你自己做饭的话，做的那个面，做自己做的粉丝对吧？你觉得粉条自己做的很好吃吗？对，自己做的饭超好吃。对，就是自从我搬到下面住了，因为我上学比较方便，我就天天给他们做夜宵吃。然后呢，我还有一个最喜欢吃的，就是我奶奶做的，就是独家以后的炒面。烧饼家里是那种什么炒面，是那种是真的面，很好吃。面是真的面，是真的，是真的，真那个真的。是真的，是真的面，我以为是真的，真的面呢，真的是炒过之后再真的面炒。蒸，我说蒸，你发音标准。这个最喜欢吃的呢，是一个巧克力。也并没有什么，没有，毕竟是一个从来都不会去挑食的一个。我上次都说过，就那个。酸辣苦瓜丝，酸辣苦瓜丝，对啊，酸辣苦瓜丝，我上次不是说过了吗？哦，酸辣苦瓜丝，哦，他上次好像是在哪什么那个电台吧？对，电台说过的。那是，当时我们还吐槽他说一道菜里面有那个三种味道，酸甜苦辣咸，酸甜苦辣咸，哦，酸甜苦辣咸瓜丝。除了甜没有，其他都有。对，太厉害了。甜的话，它是在泡苦瓜的时候就放的。吃起来甜甜。我们学校的食物有点奇怪，是看我现在发现我们学校的一个特点，它的食堂是怎么呢？都好吃。你千万买看看的话，你要看那种菜品，它看起来不是很好吃的那种就很好吃。对，就看起来做的很漂亮的那种，吃起来就很难吃，也不算很难吃，就是吃不来，就有点奇怪了。对。来，好，说到我最爱吃的一道菜，想说到小学六年级的时候，不是应该是你昨天吃的？对呀、啊，你让我当时回来就是我们三个刚回来的时候，哇啊，此前做的蛋蛋饭，哇，太好太好吃了，哇，我还要再来一口，我再来一口。我继续说到我妈现在给我。他独自发明的一道菜叫黑疙瘩，为什么叫黑疙瘩呢？因为这个菜这个肉是黑色的，其实就是把一个那种这么小的一块炒焦了，然后给它，对，就是给它炒焦一点，然后放点酱油，再放点醋，对，然后再放点黑暗料，再放点盐，这是独门秘方，你怎么就这么随便乱凑呢？对，还可以炸一炸。炸一炸这个味道我们是一级棒吧，对，来我最后来问夏天一下啊，就是还是之前的问题，你就直接来吧。他们都说了这么多，然后这个最喜欢吃的就是上课同事的一样东西，你猜是什么？糖，牛吃腻的那糖，是经典奶茶，是辣条，辣条不行，那个味道这么大，辣条味道这太大了，上课吃会被发现。对呀、啊，就是、被发现之后，你就再也不想吃了。对，然后我就放弃了这个最爱的食物。就像微风。现在我最喜欢吃的就是我妈给我煎的鸡蛋，煎鸡蛋，看似普通的菜，其实这个东西新鲜的也很好吃。但是我觉得我妈煎的是最好吃的。子怡，你藏的大厨啊，这么多人夸你好吃，我看你做的饭好吃。我以前的同学，子怡肯定是四星级厨师，你知道吗？从小看你的美食节目长大的孩子。啊，刚才文浩也说了芥末，我是真的讨厌那个味道，吃海鲜也要用芥末，然后我就不能吃海鲜。死了！来，子怡问你们一个问题啊，就是。你们觉得学校饭店好吃吗？不好吃。我们每天都有油。太难吃了。不好吃，你还买17块？每次都是几个饭，一个盘子里面
装满了，别人都不知道怎么装了。我也是不知道。好，那就这仨。不，还有那个。